战斗从来不停息，善恶要奋战到底，为了胜利我们不断穿越荆棘，迎头给邪恶痛击，不容敌人一丝喘息，疾风和暴雨不挡我前行。转啊转，只听越战越强，转啊转，赤影释放能量，转啊转，把侥幸冲锋破浪，魔幻陀螺似旋风，热血在心中，龙息火拳出动，打破黑与暗，暗一起被推翻，火焰冲击显神通，白角暴走冲锋，迎接曙光，光赐予我力量，掀起旋动的巨浪，不应狂变谁可挡，魔幻陀螺绝不退让。第二十九集，我们是伙伴。赤天鹰，刚才你为了救我被打中了好多次，你不会疼吧？不用担心我，为最好的伙伴受点伤算什么？哦，不对，请赐予我你强大的玄力能，玄力归零。赤天鹰是我的了。我背叛了你，已经不配做你的伙伴了。没有，你没有背叛我。赤天鹰，螺旋不是说过，有时候我想和你一起玩耍，有时候也会想和别人一起玩耍，朋友之间是不存在背叛的。小亮，哼，赤天鹰，你真没用。这么帅的魔幻陀螺，你竟然说他没用？赤天鹰，你是我小亮最重要的伙伴。我们是好朋友。想学刚才那个笨蛋来对付我吗？不不不，我是想和你谈谈。你还记得三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？你说我们是朋友。别怕，你是我最重要的朋友。你说我是你的朋友？朋友？你啊？我是谁？我在做什么？为什么我想不起来？是机会，我们进攻！魔幻陀螺冲啊！
可恶，你别想扰乱我。星云，猎人狼被碍手碍脚的绊脚石。是主人。小亮、螺旋，快来，我们要把星云和猎人狼打败。好的，魔幻小队加油。小亮，我已经变得更强，不会让你这个伙伴失望的。魔幻陀螺们，让我们一起保护我们的伙伴。保护伙伴。快程加速，我停不了了。瞬影又撞到往前跑了。停不住，力量太强了。赤天英雄，火血相救。白小溪，你终于原谅我了。你刚才勇救小亮时，我已经原谅你了。谢谢。主人给了你强大的潜力，竟然背叛主人，可恶的赤天英。猎人狼，你不是也背叛了你的主人吗？用武器以中远距离的攻击为主。对，不要硬撞。出动武器吧，来吧。动作太快了。
经超过你们地球人的想象了。你们阻止不了我的，放弃吧。没希望了。你们怎么了？要放弃吗？螺旋，敌人太强大了，我们根本不是对手。我们不可以失败的。可是螺旋，我们不可能赢的。我们输了，大魔王就会统治地球。我们魔幻小队成立的目的，不就是为了打败大魔王，保护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吗？魔幻陀螺不是为了守护人类而创造的吗？我们要守护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朋友。我们要打败大魔王，保护我们的家人和朋友。魔幻陀螺赤天鹰，请求加入战斗。赤天鹰，你真的要加入我们？请让我加入魔幻小队，保护我，保护朋友。嘿，发射！冲呀！魔幻陀螺赤影霸天师，魔幻陀螺岩神，魔幻陀螺白角蜥赤天鹰，魔幻陀螺魅影雷刃，魔幻陀螺幻甲金刚星，魔幻陀螺剑齿鲨翅膀旋翼吧。没有主人一半的力量，不自量力。太快了。这是瞬间移动吧？不是瞬间移动，对，它只是依靠强大的旋力大大提高了速度，而它的速度快到我们根本看不到啊。还你这嘿嘿，让你们见识下什么叫做真正的武器。属性可以互补，不同属性的魔幻陀螺组合在一起，可以爆发更强大的战斗力。大家要互相配合呀。对，我们按照属性组合。怎么组合才强大呢？明白，互相配合。赤天英雄，我们都是火属性的，可以产生旋律共鸣。赤影兄，我们组队吧。白角蜥兄，你我组队可好？电和金属性组合，妙哉妙哉。注意星陨和猎刃狼的星辰环，这个星辰环可以为他们提供源源不断的旋能力，可以先打掉星辰环。我就一一把你们打倒吧。来吧，星云。
铁狮，目标是星辰环。赤天鹰，星辰环无法持续不断接受主人的旋律了。属性的雷刃使用了金属性的武器后，由于性能互补，威力大大增加了。不错，螺旋，大家可以互换武器，提高战斗力。大家快以属性互补的方式互换武器。我和谁换合适呢？金刚星，快帮助魅影！剑齿鲨，快去救魅影！快打掉他的星辰环！金刚星，小心魅影！旋律吧，剑齿鲨！释放旋律吧，金刚星！释放旋律吧，魅影！啊！可恶！挽救了洛杉矶，保护了我们的家人。你快走吧，走的人是你们才对。啊！
赤影他们在巨大化的星云和猎人狼面前不堪一击。其他魔幻陀螺为了保卫洛杉市的和平，为了保卫小伙伴，把所有的旋力传给赤影。承载其他魔幻陀螺的期望的赤影能否打败强大的对手，从而拯救洛杉市，保卫小伙伴，请看魔幻陀螺第30集。夕阳越过地平线，温柔落在我的肩膀，天空辽阔而宽广，倒映心中梦想。谁不曾